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妙啊！今天早上我刚刚起床刷牙的时候，打开手机一看，发现我手机里有5个未接电话，今天早上打来的哈。我妈妈今天早上一大早上就去菜地里准备去收地瓜哈，她发现我家菜地里呢远远不对劲，走近一看一片狼藉。
了吗？